假都休完了吗？今年只剩倒数30多天了，这台湾上班族平均还有11天的特休假还没有休呢。那么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，受访上班族当中有特别休假的人就占了61%，那么平均有11天的特休假未休，只有呢1/3的上班族已经休完，甚至还有7%的人是完全都没有使用特休假。不过有些公司是规定今年底一定要休完哦，恐怕这些假最后也是因此都没了。